民族，我们一起进入星光大道会场，等请坐下来欢迎。欢迎后龙慈云宫，于乾隆35年，西元1777年，初阶房屋公共已是清乾隆35年完成建基的基础。草创之初，由于房山子民的大量涌至，香火亦随之日益兴旺。非常炫妙性格，来自林北台湾妈祖文化镇，天佑雄宏德威王为天为牛，再次欢迎阿郎祖文兄，诸位委员、诸位技术人员、工作人员，大家今仔辛苦的站务，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各位，咱来到咱这个苗栗吼，咱的海线后龙地区这边吼，上重要的信仰中心，也就是咱这后龙，咱的朱文江会去来到咱的妈祖来参拜吼。今仔日嘛，就着咱这桃红朱和江的邀请，莅临着咱桃红巨蛋田径场，感谢感谢。咱的全球秀表吼，咱的全球要来六十几条车，咱所有朋友，咱的好朋友吼，双手合十来敬拜着咱的全球，咱的妈祖全球秀表，进入着咱的星光大道。中年阿郎做一张全球秀表，欢迎莅临，感谢咱的七十多亿人员。感谢哈，感谢咱的阿龙，咱的朱文江哦，谢谢，欢迎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哈。